靓汤汤诺文呢日出席游戏节目录影，讲起佢早前播出嘅一场惊险动作戏，原来佢最惊嘅竟然唔系受伤，而系第二样嘢啊！系啊，嗰一场嗰场戏的士系的士车头盖，跟住俾架的士揈嚟揈去咁样噶嘛。咁嗰场戏系拍咗两日嘅。咁反而咧，其实因为我本身系性格系比较女汉子，唔系好怕死嘅。但系咧，我就好怕热，好怕流汗，所以其实嗰两日最辛苦反而系热咯。咁但系睇翻出嚟嘅效果，我觉得好辛，即系辛苦晒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咧，同埋武术指导，佢哋都好辛苦。咁所以拍出嚟效果好靚好好咯，即係好有好嗰種刺激、好緊張嘅感覺，所以我自己就幾中意嗰場戲。之前俾譚俊賢笑靚湯唔使撇油嘅佢，喺今次呢出戲就好努力咁減肥，不過佢就話搞到有啲場景好奇怪喎。係啊，同埋咧，你會留意到咧，我有啲即係譬如有啲場口咧，係個身形係唔接嘅，因為咧拍咗一個月，得一月頭嗰陣時減咧，月頭仲肥肥，即係再肥啲啦咁樣，跟住去到尾嗰陣時已經減翻瘦少少啦，咁所以咧有時咧搭疊埋啲場口剪埋一齊嗰陣時咧，就好似跳咗嘅身材咁樣，咁但係因為減肥都不能夠一下子真係即刻瘦嘅，咁樣唔健康噶嘛，咁都慢慢瘦嘅，咁所以都 OK 嘅，而家 keep 住都係承接翻嗰陣時，到依一刻我都仲係努力緊 keep 緊，係啊，我會做多咗運動，因為反而真係冇乜嘢做啊嘛，咁有時可能播下劇嗰陣時都會啊踩單車啊，玩下呼啦圈啊，跟住又學一下啲女團，即係韓國啲女團啲舞啊，咁所以都喺屋企又。好多好多好多節目啊！因為而家我哋專訪都直情都冇開嘛，咁所以就變咗真係乜嘢都有佢做咯。反而喺屋企就冇乜點食嘢，冇乜食零食，因為我就驚自己會係咁喺屋企會食零食，所以就叫工人姐姐唔好買，咁自己又唔買，咁就最安全噶啦，你插極都插唔到嘛，係啊。